应该是2013年啊，回来的时候，就朋友约我们打羽球的时候，我就那时候看到他。其实以前中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彼此的存在，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交朋友，那个时候只是知道彼此，因为同一届的。过后各自就毕业了，去大学毕业回来，然后各自有相同的朋友约出来，打羽球的时候认识的。他人很瘦很白，那时候还没有感觉到，因为我平常没有去看人家帅不帅啊，就感觉哦，看到一个美女，然后就认识了，交朋友，然后更深入了解彼此这样的。过后发觉还蛮谈得来，然后思维也蛮同步的，但各自的价值观也一样啊，就比较贴心啦，就会帮，就会看得到他的心意啦，然后有心啊，他的热情帮助别人啊，不顾自我的时间啊，多累啊，都会去帮助别人。那个时候会让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不错，动心的那一点呢，应该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可是是真的。就像普通男生追女生这样啊 ，message 啊。约出来看电影啊，这样呢？其实说真的，他不需要跟我表白，因为全部人都知道，朋友身边的都会感觉到他对我特别好，跟其他人比的话，他没有说完全说我喜欢你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吗？没有这样啊。第一次牵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。会变得紧张，会不敢牵他的手，然后牵了过后就很开心。牵手应该是在车上，我载他回家的时候。那个不算牵手，那个是摸手啊，很像是在摆胜，很像。可是，在车上有点奇怪，怎样牵手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。接吻应该也是在车上。就靠近他，然后他没有拒绝的情况下，啊，吻下去了，就是那个他就觉得 feel right 啊，所以我才非常的开心，就害怕被拒绝啊。搞笑就是我们以前刚开始拍拖的时候，怕被人知道，还是要再躲在车里面拍拖。什么日子最重要？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11月15号。2013年，11月15号，一定会一起吃一餐，一定会两个人出去，没有别的人打扰，因为平常我们都是跟家人一起。就是从现在开始，应该是有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。不知道啊，希望那时候有孩子了哎。他跟我求婚的时候是在 Glasgow 苏格兰，他问我要不要跟他结婚，然后他以前也是在那边毕业的，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有回忆的地方，所以就在那边求婚了。跑了很多条街，那个时候因为对地形不熟，所以跑了很多条街，而且又是晚上，欧洲国家他们很早就关门了，变成我那个时候出去找花非常的困难，跑了很多条街才找到花，然后也跑回来，他都不知道我跑出去。他好的地方是他都会举动，就说如果我需要什么事情什么东西的话，他都很乐意的帮忙我，只说也需要 也希望他会比较主动一点，就是不用我问他，他还可以先做先也没有什么好改变，就多接受一点真实的我，这样会唠叨咯，会想说不要太晚睡啊，或者是不要太晚冲凉啊，这样的东西啊。Planning 啊，讲到将来的话，应该是讲小孩。他是有跟我讲过，他想要三个啦。我是跟他讲，到时看啦。最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，有孩子最好有三个，我是最好两个女一个男。三个够了，三个够了。如果没有错的话，这个是我第一次叫她老婆。继续爱我吧。
我也不知道怎样讲什么，就是谢谢你这么疼我了，这么爱我了，这么关心我，我爱你。